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鱼哥阿林，欢迎你收看我的视频。这里是重庆南岸区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视频是让司机朋友最晕头的公路，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去感受一下。这个是绿荫小道，很隐蔽的小道，这个让司机朋友最眩晕的公路就在这旁边。现在我去找个位置拍一下。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拍到这个公路了。这个公路位于融桥城，一二三一共分三层，在下面一层被这个树木遮挡住了，就是外面这条马路过去就是最底层，就是这条路很眩晕的一条公路啊。如果坐公交车的话，坐808就可以经过这条路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可以帮我点一下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